同学大家好，我们的业数跟这个业数一样吗？好，昨天前天上午用网络的人多，我们研讨就停了两次啊，就改为讲解。这一次讲解呢，我们里面的名词术语比较少讲，因为有参考资料啊，所以经营呢多半我们学习深啊，深入的学习，希望帮助我们信心运行啊，提升境界，得真实的受用。名词术语有很多很深的意思，我们都在这个一堂课里面来学习。譬如我们前面在156页倒数第二行，由有念而入无念，听听好吧，这个意思很深。什么叫无念啊？无念这个术语在参考资料75页133条啊，第133条133，所以参考资料里有一些我们真的要深入啊，讲经的时候可以带过，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讨论啊。佛学大字典里面说的无妄念也，无念是无妄念，即正念之一名啊。下面中间录里头说，正念者无念而知，若总无知，何成正念啊？这个中间落实永明延寿大师的说得好啊，正念者无念而知，无念而知是什么？其意自见，就是无念而知啊。别人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要去想，没有考虑，随口就答出来了，答得很正确啊。这是什么呢？般若无知，无念就是无知，它起作用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是无知而知，就是此地无念而知
啊，我们凡夫必须要学，没有学过就不知道。啊，真正正念先前的时候，就是无念先前的时候，什么都知道。啊，无念是回归自信的，自信是无念的，自信能生一切法。啊，六祖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他能生万法，他能不知吗？啊，因此佛教给我们是叫真的，不是叫假的。叫真的是什么？真的就叫你无知，叫你无念。无念无知是真的，起作用是无所不知，而且起作用是非常微妙。啊，这个东西确实就是像佛在经上比喻的说，如同我们敲钟敲鼓，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不扣则不鸣。啊，来问的人问这个意思，这个人程度深，你回答他的深；那个人程度浅，哎，回答他的浅，妙极了。啊，这个境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叫不思议境界。华严经最后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经题跟品题连在一起，大放光佛华严经，不思议解脱普贤行愿品，为什么无知而无所不知，无念而知，这叫真念。我们能不能有真念的概念？没有。为什么没有呢？我们是有知。无念的概念我们没办法想象。啊，什么人有这个概念呢？修定的人有这个概念。啊，必须万缘放下，这是佛境界。佛境界是真境界，众生境界是妄境界，假的，不是真的。啊，佛境界是真的。啊，虽是真的，由前身光下不一样。啊，什么样的根基，佛怎么样的去相应？啊，感应丝毫不爽。啊，佛所应的恰好就是他的程度，就是他的水平。啊，水平高的，印得深，印得广；程度低浅的，印得也浅，范围比较狭小。我们最重要的，对这个事情理太深了，事太复杂了。我们如果有善根，那就是相信，不怀疑，就接受了。接受慢慢来，
有没有个很巧的方法？有。最巧妙的方法无过于念阿弥陀佛。就这一句阿弥陀佛，时间念久了，念到纯净、纯熟，自然就通了。通到哪里？通到无念，有念到无念，通了。无念化身菩萨的境界。这方法妙啊，我们要相信啊，哪个相信哪个有福啊，相信如法修行啊，就从有念，不要去问无念，自然达到无念。啊，直方立相，这是净宗无比殊胜的法门。为什么？能度六道众生啊，其他的法门没有办法普度六道众生。必须在六道里头，所谓上上根人啊，不是上上根就没法子。宗经录，永明大师讲得好啊，无念而知。如果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就不叫真念。啊，真念是无知啊，但是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不是知识啊，是智慧。智慧里头有知识，知识里头没有智慧。啊，那么今天也可以说，西方科学是求知，求知识。不是求智慧啊，东方传统是求智慧，但是最近的两百年接受西方的科技文明，把中国老祖宗西抛弃掉了啊，求智慧那一套理念跟方法不要了，完全跟着西方人走，求知识啊，知识是有知，有知起作用，有所不知，你没有修过的你不知，跟智慧完全不一样啊。中国老祖宗佛陀教给我们求智慧啊，智慧里的包括知识，知识不包括智慧。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表法啊，十九岁离开家庭，放下烦恼障，啊，三十岁不参学了，十九岁这就参学，到三十岁，整整十二年。啊，十二年学了不少东西，这个时候觉悟了，这东西不是真的，统统放下，放下所执障。在菩提树下入定，
啊，在定中夜读明心，豁然大悟啊，这个大悟是宗门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是证得了无念无知啊，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这才能叫学佛。讲学的场所就叫讲堂，没有形式的，在树下，在山林啊，我们今天讲森林啊，在森林，在树下啊，原始森林就是世尊的道场，原始森林非常普遍，世尊那个时候没有人砍伐森林，因为没有人需要那么多的木材，一般人家住个小房子遮避风雨他就满足了啊，要砍伐森林几棵树，那一定是帝王之家，建筑宫殿，大的大型的这个建筑啊，不是普遍的。啊，那么现在的森林就非常可贵，为什么？大面积被人砍伐了。砍伐了不是盖房。啊，木材在今天新的科学技术它有很多用途啊，而在这个时代木材特别珍贵，那就是森林少了，物以稀为贵啊，钢铁是人工提炼的，不是自然生的，由技术来提炼者，所以钢铁比木材便宜啊，高楼大厦这个建筑都是钢筋水泥能够盖几十层，盖一百多层这些都是违背自然的规律啊，人不适合住那么高的地方，人要住在地面上啊，要下接地气，所以原始的房子只有一层没有两层啊，现在真的把地理风水全破坏了，没人相信这，以为人能升天破坏大自然就叫升天，大自然将来的灾难就是大自然天的回报啊，天的回报就是大自然变了啊，气候变了，四季测不准了，啊，
大自然的秩序乱了，对我们影响很大。啊，第一个直接影响磁场，我们居住在任何地方，心都定不下来。什么原因？我们磁场被干扰了。啊，最适宜的磁场是宁静，没有干扰。心地清净，环境清净，啊，人心清净，没有浮躁，那是福地呀！啊，福地，富人居，富人居福地。啊，下面引用传心法要，一念不起即十八界空。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这叫十八界。十八界从哪来的？从念头来的。这就是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从哪里来的？从一念。啊，这个一念，我们现在有一点概念了。是1600兆分之1秒。这是一念啊，一念不起，十八界空就整个宇宙没有了，这现象不见了啊！六根、六尘、六识，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六尘。色身香味触法啊，六识也是眼耳鼻舌身前五识啊，第六意识，第七摩那识，第八阿赖耶识。一念不起全没有啊，啊，十八界，十法界一真庄严，从一念起的，啊，能大师说的一点都不错，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大家有概念，一念没概念。啊，其身便是菩提花果，其心便是灵芝，一云灵台。这个话意思讲得深啊，什么叫即身便是菩提花果？菩提的花是菩萨，菩提的果是成佛。
这从相上说的，即心呢是从心上说的。相是幻有，性是真空，啊，又说大乘教上常说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是根本无明。啊，这也是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无始无明，一念不觉是无始无明。啊，那么这一念就是心。啊，这一念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啊，一秒钟1600兆分，这一秒，那一念，念念相续啊！但是佛告诉我们，这个相续不是真的相续，是假的。为什么？每一念不一样啊！整个宇宙就那一念生的啊，这样我们就念清楚了。我们在眼前看，前念后念完全一样啊，没错。你在这小圈圈，那大圈圈没看到，大圈圈不一样。大圈圈上变化界，每一秒钟变化界不一样。啊，我这个小圈圈一样，好像在海水里，大海，这个一个水泡，哎，好像是一样的，但是看整个大海不一样。啊，看整个大海晓得，没有一念是相同的。啊，所以经上也说，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是相同，念念相同，念念不可能相同，没有相同的一念。啊，我们不要看很多，就在这一个佛国度里头，我们看六道，我们看十法界就知道。没有一个念头相同啊！江本博士做水实验，我看了谢总办论坛的资料啊，他没有请老师去讲，都是用光碟，他讲因果完全用江本博士水实验，你看你起个念头，好念头这么美的结晶，起个不善的念头就那么难看，这个确实能感动人，能说服人。你起心动念要想怎样，你要想身心健康，
家庭美满要起好念头，恶念头决定做不到。恶念头要常常有恶念头，会家破人亡，非常有说服力。我是听说他在7天呢就能把一个恶人转变成好人，怎么教的？这是科学的方法，是真的不假的，非常有说服力。不可思议。他这套资料我们要送给高雄刘医生看看。刘医生也在做这个事业。做得非常有成就。希望从这个实验当中让人真正明了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证明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起心动念太重要了。不仅是关系个人，关系你的家庭，关系你的社会，关系你的国家，关系这个地球，再扩大关系全宇宙，你能不谨慎吗？你怎么可以随意打妄想？你打妄想，宇宙里就会产生灾难。你一个好的念头，宇宙多少众生得福报。不必造什么善恶业了，在起心动念上就已经具足了。这上面是右翼。起一念只是境界了，若无一念，静妄心自灭，无福可追寻。就跟做梦一样，梦中有境界，醒过来之后痕迹都找不到，起心动念也如是。只要心一动就有境界出现，境界多大？全宇宙，不是局部，是全宇宙。华严经上说：“一界是多，多界是一。”所以众生恶作造业。自己不知道以为是个小事到后来死了之后堕无间地狱。到那个时候才知道不是小事，但是后悔莫及。静妄心就灭了。那么支持境界的就是念头，念头没有了，境界就不现，就不见了。无福可追。
再也找不到。人生在世，假的一场空啊，在这就看见了，没有一样是真的。人的寿命终了了，他这个境界没有了，梦醒了，但是他还是有念，有念，另外一个境界出现了，这我们讲不同维次的空间啊，六道里头不知道他到哪一道去了。啊，有修行人，有功夫的人，他超越六道，到四圣法界去了。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境界也不完全相同。啊，同样证阿罗汉，境界并不完全相同。啊，同样是菩萨，境界也不相同。连化身菩萨还有41个阶级。啊，41位明心见性的菩萨，诸宝土，诸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庄严从哪来的？自心变现。佛变现的，自心也变现出来，这叫共业，叫同业。啊，同业当中有别业，同业跟别业是一不是二，不能分。啊，所以佛总的给我们说，万法皆空，了不可得。啊，说这个话的意思在哪里？叫我们统统放下，念佛法都要学，法上应时，何况非法。因为佛法也是万法里面的一法，啊，万法都是虚妄的，佛法不例外。啊，一切法要不舍掉，还有一法就有境界，你的境没忘，没忘呢？你就入不了常寂光。啊，所以诸佛如来十宝图里面无始无明断了，他万年都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了，为什么回不了常寂光？习气没断干净啊！见思烦恼有习气，尘沙烦恼有习气，无明烦恼当然也有习气啊！这40一品无明全是习气。我们怎么知道习气？因为明心见性的人都不会起心动念，会起心动念没有真的发生。
啊，由此可知，起心动念断了，起心动念习气在，习气的后部大家不一样，习气厚的多的地位就低，习气少的薄的地位就高。所以四十一位发生大事是无始无明习气带多少而说的啊，这个说法也是假定假设。啊，习气极其微细的习气，我们不知道啊。凡夫的习气，皆成阿赖耶里头的种子，啊，善恶种子。说得清楚一点，十法界的种子。你动什么念头，那一个种子里头习气是加分减分啊，淡忘了就减分，提醒了就加分，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不能不留意，完全在起心动念上。那我们到底怎么办？海贤老和尚给我们示现最佳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万缘通通放下。行吗？行。他给我们做出榜样，他这一句这么一句佛号，受持了92年。啊，没有在这一句佛号上加一点东西，也没减少一样东西。啊，老老实实，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日夜不舍。我们要学。啊，之前我们听谭旭老法师说锅炉匠3年啊，地老我们知道他不会输给锅炉匠，为什么延长这么长的寿命？阿弥陀佛嘱咐他表法，啊，那么他这么长的寿命是还原光上还原观上四德里头最后一条，待众生苦，他是来表法的。还原观上讲的四德，第一个随缘妙用，你看他是不是这样的，位移有责啊，做榜样给人看，如何制止带种，他是四句做圆满了。
做得太好了，我统统能看得出来啊。看出来怎么样呢？学吧，要跟老和尚学吧。于是阿弥陀佛也叫我们表法了。时间因缘到了，他就来通知我们接引我们往生。通知就是欲知是知，要不然你怎么知道？真诚到基础，清净到基础，感应到脚了，就见佛了，具备见佛的条件，见佛的条件没有什么，清净心，心净则佛土净，顿悟入道，要么论上说。问，既以无念为宗，这是宗门的。为神无念者，无何念？无什么念？答复得好。无念者，无邪念，非无。那什么叫邪念？什么叫正念？这都是顿悟入道要门论上的话，很有味道。念有念无，就是邪念。不念有无呢，就是正念。念善念恶也是邪念，这个要知道。你念善，果报在三善道；你念恶，果报在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叫邪念。不要去念善恶，这叫正念。乃至于你看苦乐，你念苦念乐是邪念。不念苦乐就是正念，念生念灭是邪念，念取念舍是邪念，念怨念亲是邪念，念憎念爱统统是邪念。举出这么多例子，统统都不念就叫正念。这一段的问答我们牢牢记住啊。问云何是正念？答：正念者，为念菩提。我们要问海贤老和尚，如何是正念？他回答：一定是为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我们修净土宗，净土宗。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尊，我们只有念他，不念其他，这真念。这要问了，菩提可得佛，菩提不可得，要有一个得菩提的心是邪念。既不可得，为什么念菩提？菩提说：假列名字，实不可得，业无前后得者，唯不可得故，即无有念。
这就叫无念。啊，这个念头，菩提要不要念？菩提就是六波罗蜜，要你要知道不可得，啊，为什么？如果不念，正念就没有了，邪念没有了，真念也没有了。那念念知道它不可得，这就是真念啊。净土宗跟其他的法门不一样，它是特殊法门。极乐世界有没有？有。能不能往生？决定的是啊，净土宗好像不是圆满的教，没错。经上讲得很好，念佛人往生到极乐世界是花报，不是果报。在极乐世界修行，成真的无念，那就证得无上菩提，那是果报。啊，净土把果报分作两个段，先开花后结果。啊，不像其他种，其他种是现前结果，这个难了。啊，现前结果难。分成两段容易，为什么？修行所有的障碍没有了，到极乐世界没有障碍了。啊，阿弥陀佛是老师，你在老师身边，老师福报大，所有一切妖魔鬼怪都不敢站里边，离你远远的。啊，除了这个法门不行啊，这个法门不真干也不行啊，你干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你的冤亲债主会附身，会在你身边，你干真的就没有。啊，为什么干真的没有了？前面我们读过，真正真心真愿真念佛人求生净土，是往生经上说，阿弥陀佛派遣25位菩萨保护你。这25位菩萨，观音、释迦。带领啊，好像这个护法团队队长是观世音我们看了怎么样？无动于衷，那就是种个善根吧。啊，阿赖耶里头落些个种子，这一生不起作用。怎么起作用？真干就起作用。我们起心动念，佛菩萨知道。这25位护法神都知道，护法菩萨。我们真念，他真保护。他真不离开我们，我们还想搞别的，他就走了。啊，为什么呢？我自己有办法。
啊，海贤老和尚唯一值得人羡慕的，他没有办法，完全靠佛菩萨。那佛菩萨不保佑不行啊，完全靠他。我们自己还有很多办法啊，你不来我还能活下去，就算了，你自己办，你自己有方法。啊，海鲜老和尚不能生病，为什么？生病不能干活了。他每一天下田种地，啊，许许多多人靠他吃饭。无条件的，完全是他的慈悲心。他在那里表发一个健康长寿的样子给大家看。啊，种植的粮食，救济贫苦，啊，贫苦人家。没吃的，没穿的，他供给。啊，信徒们供养他的，转手就供养贫穷人、需要的人，真正了不起啊。啊，我们懂得无念的重要啊！无念是正念，有念是邪念。我们只准许念阿弥陀佛是正念，不念阿弥陀佛，念其他的都叫邪念。我们再看一条，138条，77页，138条，你是梵语，就是地狱。啊，其意为无有，为喜乐之类一切皆无。为世界中最劣境界，啊，经上说的这个有没有？
有真有，地狱道啊，你们哪一位把这一段念给我们大家听听？这是什么？陈大慧老师。请教，继续请教您老问，就是，哎，可以看到，哦，我们看到他，他看不到我。我们能问问题吗？现在？先把这一段念。老法师说，请先把《弥尼》这一段的注解念一遍。138条。第138条。请大慧老师把这一段念一遍。好，我从哪里开始念？那个138条，我从这开始念吗？佛学大辞典。对。弥尼。对，弥尼。佛学大辞典，它指的是界名，是梵语，那么翻成汉语呢，就是地狱也。它的意思呢，应该是无有的意思。无有什么呢？就是喜乐之类一切都没有，是十法界当中最恶劣的这么一个境界。也可以写作泥离这个两个字，那个离是应该是黎明的离啊。那么或者做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迷离茄。然后的话呢，然后呢就是门师心语曰，这个可能得要问师傅是不是一部书。这是一本书。门师心语曰，就这部书里边说，黄鲁直出好作宴。黄鲁直出好作宴歌小词，道人法秀为其以笔墨会吟。这可能说是一个人呢，他特别好写那些吟词艳曲。可能是有一位道人叫法秀，他就说呢，你以这种笔墨呀，就是用文字来会吟会道，于我法中当堕泥犁之狱，就是你这样做的果报啊，就会堕到这个最恶的这个地狱当中啊。鲁直自是不做，他听了之后啊，就好害怕，就不敢再做了啊。这就是说他做这个吟词艳曲的恶报。可能那个道人可能是法师的意思。然后下边的话呢，就是佛书泥犁也，无喜乐也。就是没有喜乐，也是说到这个泥犁的意思。泥犁茄呢，就是无去处也。这个地方应该是翻译成是就是没无间的意思，就是没有地方可以逃离这个地狱啊。二者皆地狱名，就是泥犁茄和泥犁都是地狱的名字。或省爷茄字，只作泥犁。还有呢，就是一作犁，又阿犁，无间也。也是地狱的名字。法华经就说到无间地狱，有顶天堂。这句话恐怕得请教师父了。有顶天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把这个读完了。对。好。
这一桩事情啊，我们也要把它搞清楚，对我们的关系太大了。我们现在有意无意，不知不觉都在造地狱业啊，这是很麻烦的一桩事情。我们念念想求往生西方净土，这个业不能造，造对我们往生净土肯定造成障碍啊。可是这个是太容易造了啊。我举一个例子，现在年轻的女孩子，你在街头上看到她啊，她的穿着那就是地狱相啊，全身到处暴露，引发一些年轻人非非之想，这就造业看我们中国古代的服装，你看看女孩子谁抛头露面的啊？今天我们看的标准的服装，伊斯兰教啊，他戴头巾啊，他身体抱得紧紧的，绝不会让你看见。啊，那么艳歌艳词，现在的电影，现在的文艺表演，内容是什么？比黄露直啊过分太多。黄露直这是一个好人呐、啊，虽然写的艳歌小说啊，都还很有限。啊，哪像现在啊，现在如果的时候用佛教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是社会是什么？人间地狱啊。为什么世界这么乱？啊，早年我们年轻初学佛的时候，方老师告诉我们啊，全市电视广播媒体所引导的啊，我在他家里星期天都在家里上课啊，他指着电视机给我告诉我，这个东西可以毁掉一个人，可以毁灭一个国家啊！但是你用得正呢，他也能救一个人，能救一个国家。这话说的意思很深啊！啊，媒体机器是中立的，他们有善恶。看你演播的是什么节目啊？如果播的内容是杀盗淫妄、违反伦理道德，那个灾难就大了啊！如果他播的是正的啊，播淫、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播言圣贤的教诲，那他就救了世界了啊。真正关键还是在人的念头许可一念善，不许可一念恶。
啊，黄庐直可以查一查。嗯，这是佛教里头很有名的一位居士。有可能是黄庐直先。啊，对，不错不错，嗯，对，对，没错，嗯，闷是心化了，这是一本书，啊，法修是个出家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这么大的影响。啊，可以做升天的资粮，也可以做三恶道的凭证。啊，真真念佛人，二六十中就一句佛号，什么念头都没有，真念呢？啊，一切念头都没有，这是无念。下面是五十种阴谋啊，第七十八页，这一段重要的是在七十八页下面幕后这一段，佛学大师的无因用心十种禅道啊，这一条啊，熟能眼睛卷九到卷十所说，在楞严经上是一篇很长的经文啊，所说的呢有色受想行识五阴为主啊，应符圆明真心啊，应符都是遮盖的意思，障碍的意思啊，而行的五种各有十种的禅定境界和观念这些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是障碍，啊，唯独念佛人，这一句圣号，一句阿弥陀佛，五十种阴谋都不能障碍。啊，
我们也找一位同学把这一段念。请澳洲净宗学院的法师。你们先看见一下。不全，不全。师父好，各位同学好。佛教大辞典五音用心十种禅那条教义名数，亦称五十音盟，首楞严经卷九至卷一十所说，有色受想行识五音为主的，引附原名真心二心的五类，各有十种的禅定境界和观念，或者说在纠缠过程中非以佛教正法会指导，而是受五音支配运心行禅产生的五类各有十种的心灵精神境界和理论观念，始终因魔经由感受五音而产生的魔，此魔包括障道的烦恼，并包括诸种引申身心情形的病变，是用五音引发常病的一种理论解释。其中色受想三因用心产生的精神境界，多为鬼神界诸天魍魉妖精等魔所成所妄想的结果，行识二因用心产生的理论观念，分别属于种种外道以及圆觉生魂恶圣的邪见妄执，乃有失魂嫉妒所致，称作狂景，中途成狂，以总称是五阴用心十种藏纳为阴谋，以其共有五十种，亦称五十模式，是佛教中记述禅病和妄想邪见比较系统的部分。阿弥陀佛。这一段呢，也要多用一点心，多看几遍啊，了解，要认识它啊，它就不能障碍了。你不认识它，不知不觉的受到它的影响，这就产生障碍。念佛人的殊胜就是万缘放下，这些所有一切想观全放下啊，心就定在这句佛号上，有阿弥陀佛加持，有护法菩萨的加持，还有十方诸佛如来的加持，魔不得其变啊！这是信心坚固啊！啊，但是坚固的信心人不多。现在我们看学佛同学当中，稍稍听别人说的他就起心动念了，
啊，前几天有个同学告诉我，大陆上有人传一个念佛的方法，啊，他自己创造的。传统念佛方法，很多人念了很久了，放弃了，跟他学习。啊，听说学习的人很多。那个问我，我回答的是各有缘分。啊，我今天也发现了一个方法，妙极了，那就是来佛寺海贤老和尚的一句阿弥陀佛92年不变，不动不摇，不受任何境缘影响。啊，他没有念过经，他不认识，啊，早晚两堂功课都不会，他也没有那个必要。啊，他260中就是一句佛号，啊，佛号不中断的，啊，口里不念，心里念，什么念头都没有，这不就是此地讲的正念吗？正念里头没有魔啊，邪念里头才有啊。啊，念佛人会产生这种现象，啊，听到别人一说，哎，觉得好，就跟着去了。啊，也不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啊，真假的标准是经典，依法不依人。啊，法是什么？法是净土，无经一论。净土中所依的经典不多，与无经一论上所说的相应，这正法。啊，净宗正法。与这个不相应的，那就是邪法。啊，通常最普通、最熟悉的无量寿经教给我们的方法，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大家都知道的。祖师大德们常常说的，啊，发菩提心是怎么说法？藕益大师讲的最好。什么叫发的菩提心？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所以欧耶大师晚年有个别号叫西游老人，啊，西是西方，游就是游极乐世界，游阿弥陀佛，完全肯定，没有丝毫怀疑。啊，他还说，这在《弥陀经要解》里头。啊，
真心切愿，就是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啊，真心切愿决定得生。品位高下全在持名的前身。讲得好啊，能不能往生呢？全在信愿之有，有心有愿决定往生啊，念佛的功夫绝不为一切境界所动摇啊，这个我们要学海贤老和尚，人家92年一句佛号如如不动，不受任何干扰啊，他给我们实现的112岁，精神体力跟年轻人一样啊，这是大家很羡慕的。他从哪来的？就是信愿之名啊。有一位张先生问他了，向他请教，你是如何保养的，有这么好的健康状况，这么大年岁啊？他告诉人，就是两桩事情，严持戒律，老实念佛。你看多简单，啊，戒律是什么？三规五戒十善。啊，修学的戒律，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他没有读书，他就是念佛。念佛代替了读书。啊，就这一句佛号，其义自见。念开悟了，念到明心见性了，在净土中讲，念到理一心不乱啊，功夫成片就决定得生啊，事一心不乱是见思烦恼念断了，没有了。阿罗汉辟支佛的清净心他得到了啊，再向上提升，念到理一心不乱，就是平等心现前啊，菩萨的大定，理一心不乱，再向上提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经体上觉，清净平等觉，他完全遵守啊，从来没有怀疑啊，这是怎么回事情？他孝亲尊师重道啊，孝亲
我们在光碟上看到了，母亲年岁老了，没人照顾，他把他接到来福寺，母亲吃长斋，母亲念佛，86岁往生。啊，往生之前没多久，老太太想回老家，啊，仙公老和尚劝了几次，老太太坚持一定要回去，所以他就陪老太太回老家。啊，回老家没多久，他就把女儿叫回来，侄女、家里的亲人统统叫回来。啊，老太太包饺子，家人在一起吃团圆饭，欢欢喜喜，啊，欢乐啊。啊，吃完饭之后，他在旁边椅子上双腿一盘，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你看多自在。海清海鲜都是自在往生，老太太这个表演啊，度人先度自己家人，自己家人不能得度，别人怎么会相信？啊，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头细心去观察，肯定有误处啊。我们往后怎么修啊？怎么成就啊？这活生生的例子表演给我们看。这三个圣人不是两个，对末法众生，特别是修净土，行大布施，是法布施，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终于明白了，应该怎么修复，啊，才能像他们一样的成就。啊，自在往生不难嘛。啊，就是心里头没有杂念，绝不受外面境界干扰。自己真正能做得了主。啊，全心全意投靠阿弥陀佛，不再受别人影响了，这个人是真正的弥陀弟子。啊，还会受外头人影响，不是真的弥陀弟子。啊，我们要做真正的弥陀弟子。啊，不辜负阿弥陀佛，不辜负来福寺的三老。
啊，他是我们末法的导师。啊，教导我们决定的圣解脱。那么下面这一小段，难行道，龙树菩萨所判的二道之一，龙树菩萨判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教，有难行易行。啊，这对于易行道而言，于此土即修行之功，即累积不是一生，生生世世累积修行的功德，如甚得果，这一种的教学，这个道路成佛之道，要无量劫啊！一般具体的讲呢，三大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可以修道，就是正德。别教的三贤位，摄住摄行摄回向，第一个阿僧祇劫。第二个阿僧祇劫证到七个位次，初住到七住。第三个阿僧祇劫证三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三阿僧祇劫修满，证得等觉菩萨，难行道啊！那念佛往生净土，与彼土成佛得道，谓之为易行道。龙树菩萨这个话我们要信受奉行，啊，一生成就的这个道路不走，为什么就走弯路了？要走上三大阿僧祇劫，啊，我们想想，稍有聪明智慧的人，稍稍有一点福报的人，这路摆在面前，自然你会选择。啊，选择易行，不选择难行啊。啊，那么这个底下呢，借助142条。受往生经啊，他正好在此地，我们看看这有这么一段，在79页最后一行啊，就是
往生阿弥陀佛净土的十种正念法。此十种正念，第一个观身正念，常生欢喜，以饮食、衣服侍佛即身，这就是供佛啊，供佛斋僧。啊，那么重要的条件呢，就是正念。我们在前面修过了，正念的标准是，换个简单的话说，就是不分别不执着，这大家好懂，这就是正念。啊，没有分别执着，这个心没有执着，心是清净心；没有分别，是平等心。啊，也就是经题上的清净平等觉，用这个心供佛斋僧。啊，这是第一个。修求生净土的方法。那么第二呢，都是用正念啊，十个都是正念，以甘妙良药施以病比丘，即一切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生病，你能够以良药布施供养啊，把他的病治好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现在这个世界很多药是假的，卖假药，这个缺德，这个果报决定是无间地狱。为什么？他的罪名是谋财害命啊，用假药就是谋财害命，这个最终啊，是你有意干的，不是无意。啊，肯定是无间地。第三个呢，正念，不害一个生命，再小的生命都不能够伤害它。啊，蚊虫蚂蚁不可以伤害它，慈悲于一切。啊，要发广大的慈悲心，不但所有动物不能伤害它，连植物、花草树木都要爱护。啊，第四呢，正念从思所说戒定慧修梵行，这就是尊师重道。啊，我们在海鲜老和尚身上看到，啊，他是怎样奉师师长，啊，老师教他的，你看一生92年没有改变，出家时候师父告诉他这一句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他活了192岁，20岁出家，老师教他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日夜没有间断，这是尊师重道啊！
啊，师父的骨灰。啊，他的骨灰塔，文化大革命被红卫兵破坏了。啊，但是里面呢没有骨灰。红卫兵追问，啊，逼着他说出来，他受尽了酷刑，不知道，没说出来。啊，事情过后，没想到他在骨灰塔底下有个石板，石板掀开了。骨灰在下面，他说他的师父高明，知道有这一劫，啊，有这个劫难，把骨灰没有放在上面，放在底下，得以保全。啊，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个寺没有了，他把骨灰取出来。重新建塔、立碑、改造，要看到对老师啊，尊师重道啊！他这一句佛念到，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啊，第五，孝顺于父母，啊，敬奉于师长，不起骄慢心，看到了，他完全做到了。啊，第六，正念往以僧房，僧房就是出家人居住的休闲的地方，啊，寺院安堂。恭敬于他师，闻法皆意义。啊，到出家人地方来干什么？听讲经，听说法。啊，第七个真理，一日一夜受八关斋戒。而不破业，八关斋戒七条戒，八关这个八十戒斋是一个啊，就是日中一时，这是斋啊，他一条都不破。啊，常常清净啊，第八正念若能斋月，每一年能在寺院跟出家人住在一起，啊，守住八关斋戒一个月，啊，斋日中呢。远离于房舍，常以善思。啊，这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出家人树下一宿，不在房子里头。啊，那现在的讲法的时候，住在出家人道场，不在自己家里。这一条，现在斯里兰卡在家居士，他们做到了。第九正念，常能持净戒，
勤修于禅定，护法不我口。在戒律里头特别提出这一条，能做到不我口、不妄语、不粮食、不欺语，当然做到了。啊，远离口故啊。第十正念语，无上道，不起诽谤心，精进持境界，佛教无知者，留步世间法，教化无量众生，信奉此经者，长寿二十五菩萨或之。这是《十往生经》里头最重要的一段。啊，正念若于无上道，我们修净土的人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是净宗的无上道。僧团包括居士的团体决定没有回谤，也就是先前中国大陆有不少法师提倡若要佛法性，唯有僧赞僧啊，希望能出现六合的僧团啊，把六合敬在中国出家在家道场当中普遍的推动啊，舍精进持戒啊，再就是教化众生啊。我这个寺院里头没有能讲经的法师，我们用光碟啊，我现在劝导一些人主持道场的，也有出家法师啊，道场要讲经，不能中断啊，可以找以前老和尚所讲的，我们用这种方法吧。啊，近代早期的老和尚，地仙老和尚、云音老和尚，啊，还有一些讲经都有著作。啊，那他们这些我们再去学习，我们念啊，念的时候念得很熟，念的时候最好把用录音录像录下来啊，录像呢做成有声书啊，录的时候没有人像人的声音，屏幕上呢是经文或者是注解啊，整部注解念下来啊，大家在一起学习。现在讲经法师少，用这个方法
啊，这方法可靠啊，这方法不会有问题。啊，他的注解我们看，有问题那些地方把它删掉，不念。啊，我相信大家都欢喜。啊，我们不求名，不求利。啊，也不拉心中。啊，绝对不会聚众。我们寺庙里头在家的同学，常常到寺庙来做义工的这些信徒，啊，寺庙里头一个星期总要讲几天经，对社会有好处，对佛法好处更多。啊，自己不行，我们读，用这个方法，啊，把它做成有声书，啊，看不到这个讲经的人，听到声音，啊，甚至古人的已经往生了，我们用他的，我们来读。啊，像印光大师文钞，啊，读再用口语解释，人看不到，只看到文字，这个好啊！啊，那么历代祖师大德留给我们东西太多了，啊，通通做成有声书好啊！我们想学什么都能学得到，啊，秘诀一门深入，尝试寻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只要是一种，一直读下去，十年不间断，我相信都会开悟。啊，来佛寺这三个老人。不简单，我的心目当中，他们都是大彻大悟，都是来现身说法，教化众生。啊，看你能不能够看得出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啊。这二十五位菩萨了，八十页下面就有啊，《十王僧经》里头说的这二十五位菩萨，诸位可以看到啊。第一位观世音，第二位大势至啊，这两位菩萨带头，二十五位菩萨名号在此地。